是不是大家拢真辛苦？三日两暝，而且大家三教来研究台湾的现状甲未来。我相信，遮那济个讲师，而且有甲诸位介绍咱台湾的过去。今仔日甲未来，台湾的国际地位，东亚的精神，包括宗教的信仰，台湾这个所在，台湾人的特色，比如讲，无相当的宗教信仰的这个问题面等等，我相信。包括台湾的历史，大家拢真心内真清楚。而且我想要甲主任报告一个我个人的看法：要建造一个国家，咱想要形成的一个新的国家，咱是要毋忙来甲将这个。新的国家要我变作一个有文化、文明的社会，大家对人民的幸福的追求有迄个期待性。